大家好，我是小草月。这一场是台服下一位新英雄诺可西的删解说。如果你非常期待这只英雄的到来的话呢，你可以帮我影片点一个喜欢，同时订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诺可西的技能组。那是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角色呢，从他一开始出来到现在，其实技能组上有非常大的修正。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被动，每100点最大生命可以增加一点魔法攻击。但是我实际测试完呢，100点生命是增加2点魔法攻击，也就是给到了2倍。那第三下的普攻会回复最大 8% 的魔力，同时增加一个印记，持续5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带上金身、金鳞以及电屋的原因了，三个都有增加攻速，而且又拥有了这诺可西需要的跑速、生命以及物防，还有这个法穿。那基本上呢，诺可西是建议不要出魔攻装的一只角色哦，因为呢，他全身上下的技能组只有一技能有吃到魔法系数，剩下全部都是吃生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诺可西的一技能，也是诺可西的主要伤害来源。那开启之后呢，会持续消耗法力，直到你没有魔为止。那这途中呢，你是可以自己关掉，你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呢，持续时间是不会消失的。那结束之后有冷却时间5秒，那就是可以持续在地上留下火焰印记，那最多可以叠3层。那对方身上有印记的话呢，你可以回复自身损失生命的 1%， 英雄单位是 2%。 那再来是二技能风炎之旅，诺可西开启之后呢，会增加跑速并获得一个护盾。那接下来呢，持续3秒内你只要撞到的人都会降低目标移动跑速 50%。那这个呢，护盾是有吃最大生命的，所以诺可西是可以撑自己的最大生命去增加坦度的一只英雄。那最后呢，是大绝招，将这个手伸出去抓到人之后呢，第一个目标之后持续拉向自己。那这个呢，是会拉到小兵的哦，所以你在拉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避免对方前方有人，以及可以直接清除一线冷却时间并添加印记。那拖出来打的这段时间呢，是免疫控制效果的，而且会持续扣对方的 4% 目标当前生命。那会随着这个等级去成长，你会看到下面分别是 4%、5%、6%， 但是呢，二技能跟三技能都没有吃任何的魔攻系数，所以我才说呢，诺可西这只英雄比较适合单纯出法穿的一个装备，以及这个魔攻装它本身带有效果，例如说这个冰杖以及恶魔的微笑，在这次改版之后，持续伤害的英雄很适合出它。那剩下以外呢，你可以出火甲或者是打野斧，再呢就全部只推荐出防装，尤其是带有生命的。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想要跟我们打没有关系，他上天印记我们会持续回血，这边他半血之后想跑没关系，直接把他拖出来打，鞭尸一顿。那接下来呢，要回答各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哦，就是这只英雄值不值得买，它强不强势？我会跟大家说呢，这只英雄呢，在它技能组被修正的更加完善之后，尤其是这个被动有没有三下普攻直接回 8% 的这个最大法力，那当他吃到了这个蓝 buff 之后，一技能可以从头到尾都不用关，就这样子一直让他烧到对方家里的珠宝，直接挥血而出，直接拿这场游戏胜利。我们这边交一个瞬移，直接把他拖出来打。这边呢，我个人是推荐诺可西，可以带斩杀、带瞬移，但我觉得诺可西的玩法呢，主要不是要打这种高爆发、高伤害，他是要在关键时刻，如果能够拉到一个关键人物拖出来打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瞬移更适合他一点。这边我们优先把后面的兵给洗掉，因为对方的这个人员，我这个状态没有大招，这个二技能加速来说的话是其实没有在会战中特别好用。主要是打一个持续输出，就很像是艾瑞他没有大招一样，你会觉得他的威胁性少那么一点点，虽然你打不死他，但是他好像也打不太死你的那种感觉哦。我们这边呢尝试要来勾一波大招，但由于我瞬移刚刚已经交掉了，这边我们下半部呢是成功的杀掉对方骑了。那这只英雄的精髓呢，就是逮到机会就朝对方家里冲，直接越塔洗兵，洗完兵之后就在他对方家里跑来跑去哦，但是你要确保自己不会死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精灵的原因了，因为我个人认为跑速对于诺可西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装备的部分呢，你可以选择不出火甲，出这个圣骑战盾，那恶魔微笑也可以取代掉，换成更多的一个防装。那基本上呢，有一件装备必出就是冰杖，它有给到这个缓速效果以及生命。那魔攻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真的不重要了，就算你全身上下都没有魔攻装也没有关系哦。这个一技能吃的魔攻系数大概只有0.2左右吧，非常的低。
那虽然它是一个持续技能，这个吃的系数低是正常的，但是呢，既然它是持续输出的技能来说的话，这个效果来说，我们要尽量增加自己的坦度以及效用，才能够让这个持续的输出技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用。这边团战打起来，我们持续先输出大招，先扣着。这边看到对方的拉兹，想要第一时间不交瞬移勾他是不可能的。这边最后找一个机会，直接一个瞬移接大招拖出来打。告诉各位，这个火拳已经落伍啦，现在是这个烈焰腿的这个时代了，中二到一个不行。这边我们就抠一下队友，看他要不要把蓝让给我们。最后呢，他成功的把这个蓝 buff 转交到我们手上。这边跟他道个谢哦。你可以看到呢，我现在一剑就这样开着，我的模式从头到尾是不扣的。那我们每三下的普攻还可以回 8% 的最大魔力，所以呢，我们要在打会战的时候持续普攻。那普攻也会堆叠这个印记哦，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在走来走去就可以持续烧的情况下就不打普攻了，这样的话会降低很多诺可西的一个输出空间跟回复能力啊。那这边夜叉呢，他已经落伍了，好不好？现在已经不流行把对方定在原地打了，我们现在都流行把对方直接拖出来打，这样子呢更有效率，经济实惠，队友也跟得上。有时候你定太深，对方这个队友也跟不到。那如果你直接把他拖出来呢，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直接跟队友一起把他围殴掉就对了。这边呢，我们在尝试去抓对方，我们的这个打野跟龙马是直接冲上去了、啊，很凶。我们这边最后呢是没有机会跟上去，就来点这个塔，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到，就是这个大招还是有使用的条件限制的，真的会拉到小兵。那如果你拉到小兵的话呢，这个队友一定是满头问号啊，你自己也是一个尴尬，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记得这个大招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的，建议可以去。最近这个传说就有改版过了，如果到时候新英雄上市的话呢，你们可以尝试去这个训练场拉一下这个萨尼去试试看，它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的这个延迟动画，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搭配瞬移的这个使用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这边可以看到呢，对，如果超人会飞，第二只超人克星又来了，只要冰杖出出来贴着他打，二技能碰到他一下，这个超人就直接断腿了。那也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看到现在对于诺可西这样的一个技能组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觉得这只英雄 OP。 那我个人呢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是期待这只英雄很久的话呢，这只英雄我是觉得一定是必买的，这只英雄绝对会到一线的一个程度，只要它是一个这样的数值上到了正式服来说的话，它会非常的强势，尤其它的大招给到了很好的一个运作效果。以往来说夜叉的这个大招跟这个艾瑞大招都有一些使用上的条件限制啊，这只就不用了，只要拉到呢你就可以直接拖出来打，而且还有印记，那你会回血。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大招是空掉了，这个手收伸出去还是有点慢的。那天赋呢，由于队友都不推塔的，这边大家都明明对方死掉三个，但是他们越了二塔洗兵，结果一塔都还没掉。这边呢我们又成功的浪费了一次推塔的机会，没有关系，我们就这边去吃一个蓝 buff。那吃完之后呢，持续在对方家里这三座塔前面游走啊，这边稍微快转一下，这边清理兵线都是持续来来回回来，这边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了，就直接拖了这个洛克，就这样子拖出来打。那是跟大家讲一下哦，在之前的这个诺可西刚出来的时候的这个大招啊，他的这个拖移的方式跟偶尔会有 bug， 但是到现在的时候，这个版本已经修正到他拖出来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它不会因为你停下来然后导致你拖慢了或怎么样，它会随着你的人物移动或者是交瞬移去拖，它会直接跟着你的瞬移位直接把它拖出来，就变成说它大招的这个拖行的优化已经强势很多了。尤其是搭配瞬移使用的时候，那你不管是先交瞬移拖它，或者是你拖中了之后直接交瞬移拉到自己队友旁边，都是非常实用。这边再拖对方夜叉，每一次大招好就要死一个人，这边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洛克非常的嚣张，还有这个吉尔啊，直接一斧直接把他打爆。但是诺可西还是有缺点的，就是他呢是一只近战的英雄，那再来呢他推塔能力还是真的非常慢的，他的这所有技能组都没有办法帮助到他推塔，所以呢推塔部分可能就要靠给队友了。这边再持续在对方家里烧来烧去，烧了对方这个挥蛇杵，直接把对方机器给烧掉。这边超人看不下去了，想要来灭火，没有关系，一个大招接瞬移往外拖，拖到我们家特安纳斯旁边，直接把他给杀掉之后，这边强势的去拆对方的基地，最后呢结束了今天这场诺可西在体验服的实战解说。那么今天影片就结束喽，如果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想做这种生活动态，可以到我的 FB 或 IG 点赞。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